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不是，应该是黑白相间，然后再来点黄色。对对。傻。我了，干嘛呀？不是你抱孙子又不回家，不吓你吓谁啊？你鬼鬼祟祟干嘛呢？对呀，告诉我，有人要绑架我啊？谁还能把咱们这无所不能的于大牙给绑架了？我爸呀！你爸？别笑，前几天那死乞白赖让我跟他回家，我没回。我估计啊，他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绑架我。你爸爸要绑架你，然后再问自个儿要赎金。别闹，真的。要我说呀，家长会啊，跟小三儿的性质是一样的，都是破坏家庭和谐。他家弄得跟盘丝洞似的，里边还住大妖精，我回去干嘛呀？听，夺命连环call来了啊！您好，小爷有事不在，请稍。